各位观众好，今天是5月8号，这是民间活拍的主持人陈小平，很高兴跟大家见面了。这个美国人呢，派了一个豪华阵容去北京，拿出了一个大清单，没想到2天之后美国人就回来了。这期间呢，这个习近平先生、王岐山先生这些原来预期要出面的先生们都没有出场来会见这个高规格的美国代表团啊。然后呢，这些人回来之后，川普先生好像很不高兴就航空公司的那个事件说这个北京的政策是奥威尔式的胡说，开始了新的一轮这个美国和中国的口水战。然后呢，北京又传出要派刘鹤来美国今天又传出习近平见金三盼，习近平先生跟川普电话要的电话谈话等等，这些信息呢都怎么解读所以这个中美贸易战的最新动态，今天呢我们要请一位嘉宾大家比较喜欢的嘉宾张巡先生来解读这些中美贸易战的最新动态。好了，请我们的导播将张巡先生请进来。张巡先生你好，小明先生您好，这个上次做节目你这个就有人惦记着你了说这个小平你能不能再把张巡先生请过来？我只是说会有的今天终于这个让他们知道您再来做节目了谢谢嗯嗯，谢谢小平对呀对对呀，您这个我看了你的推你这个你有一个预测第一个预测你就说这次这个5月2号对北京的谈判毫无保留的预测你得到了100%的证实，就是你那个预测是证实的你当时是怎么预测的你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对，我当时的预测就是说，我说了一个就是那个话，就是说，这次北京谈判注定颗粒无收。可这么说，对，我是在那个推特5月2号，就北京谈判他们去的前一天，我发的这个推特，而且我在我的西方观察节目好几个节目都讲，我说不会有任何结果，这个是肯定的，因为，对不起，我的感冒还没有好。因为呢，他首先呢，他就是2天时间啊，2天时间呢，他不可能谈出任何结果来。那么第二一个呢，美国这边呢，他的要求，你从他开始提出那个最早的时候是500亿，对吧？后来又加了1000亿等等的。中方的反应来看，中方根本就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个，他还在一直还在有误判。一直还在有侥幸心理，一直是希望能够把这事儿能控制就控制。从去年2017年就是在猫儿拉狗这个川金会川习会，到这个10月份访华，到后来川普宣布这个贸易战从纲领开始，中国这边是一直就是不信这事儿它能发生，所以呢这次呢等于说是可能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在跟他们证实一下，说这边美国是认真的。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你说这个误判，就是北京一直认为这个事情不会发生为什么有这么深的一个误判一直到美国派出这么大的一个阵营去北京给你拿出一个清单，你还认为这个事情不会发生？有什么东西支持中国政府做出这种误判？这个呢，就是说，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哈，第一个呢，就是川普他在那个前天吧，他那个推特讲的，他说，这个我这个团队回来了，我们下周要开会讨论这个，你也看了哈，然后呢，接下来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会对中国宣布一些措施，但对中国很难，It's hard for China，因为什么？因为中国他说的是叫做 very much spoiled。with China trade US trade wings，就是说他说的是说，这个中国是被惯坏了，以前是就胜了又胜，得胜又得胜，所以说呢，跟美国一直他们是没输过，所以呢，他就一直想保持这个，说你让现在让他公平点，他就不习惯了。
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不专业，就是他，你可以看到美国这边的，《纽约时报》专门撰文有一篇文章在讲这个事情啊。美国这边的谈判的方，从最高的谈判官就是那个 Robert Lighthizer 啊，叫莱特希泽是吧？对。那么他呢，就是说，就是从里根时代跟日本谈广场协议，他就是美国的贸易副代表。就是后来从卡特以后，他一直来做这个就是贸易谈判，在之前他是属于美国国际贸易律师，所以美国这个团队非常专业，他有他的专业主要体现两方面，一个是官员谈判专业，贸易谈判专业，第二是什么呢？他有这个就是贸易法的律师，而莱特希泽更是集这两者为一身。所以呢，但是你看这个中国方面呢，他现在就基本就，因为你知道中国它有个什么习惯，从奥巴马时代大概是2005年是2006年我记不清了哈，就是那个时候就开始中美有一个叫做战略经济对话，开始叫战略对话，后来变成经济对话，战略经济对话，就是美国叫 US China Strategy and Economic Dialogue。 那么这个计划呢，其实就是这个所谓的坐而论道，这个海阔天空，根本不着边际，所以他现在还以为这次川普也是要做战略对话的延续呢，啊，这个所以说呢，这是他不仅感到说他不接受，而且感到愤怒，啊，但我在推特上讲了，说中国人感到愤怒，为什么啊？他就是说他不理解，他不专业，另外呢就是他的一种官僚机构啊，他特别这两年他逆向淘汰，所以呢，他上来的人一切都是唯最上面马首是瞻，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是说不会有真正这样的一个有，我听说他们那个也是《纽约时报》讲的，两个以前一直负责中美谈判，对谈判非常有经验，商业部的人被调到欧洲去做大使去了，所以呢这边也没有人。还有一个就是他还想借助于宣传这种民族主义啊，来这个造声势，来达到让美国人害怕这个或者就范的目的。所以这几个原因造成呢，他就是他还是走原来的老路。嗯，好，谢谢啊。这个刚才你提到这个北京方面无比的愤怒啊，这个比较有意思。这个无比的愤怒啊，我要问一下为什么？因为这个我看有一些人解读这一次去啊，他们给的这个贸易清单啊，并不只是去谈判啊，而是去受降，有点这样一个意思。所以说，是不是把北京这个气恼了啊？这是一个就是他愤怒的一个原因啊。就是你对我们天朝不尊敬啊，你这个侮辱了我们，这是他的愤怒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有一种解读就是说啊，这次这个贸易清单啊，亮出了美国的政治意图啊，就是说北京担心这个家伙不是要钱啊，而是要我们的政权啊，这个削弱我们的政权，导致他无比愤怒。那么你怎么解读这两个理由？嗯。好，这两个您这个两个问题问的特别好，我也正好想说一下哈。首先一个就是before I forget 啊，我忘了之前我先讲您最后提到这点，就是他的解读就是总是担心自己的政权，他们目标是政权，这个可不是新鲜事儿，是从清朝开始就这样。那么在八国联军的时候，当时慈禧太后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怕这帮人，他自己最后。八国联军进京，他们跑到西安去了。回来以后呢，就是他们最怕自己的权力被拿下。其实那个时候，八国联军想拿下慈禧是分分钟的事儿，对吧？但是呢，八国联军根本没有拿下，而且带头保护慈禧权的就是美国，就美国那样的。那就是说什么呢？其实你会看到啊，美国人不愿意做的事儿就是 regime change， 就是不愿意去做这种，就政权转换。所以说呢，这个我觉得是。但是我相信中国政府一定是有这个误读，不过呢，他这也不是完全的误读。这里边我这么讲吧哈，我认为美国啊，咱们小平记得上次咱们俩谈的时候，我谈到了一个观点，我认为这次贸易战呢，它近期的最终结果会是达成协议，中国大幅的让步，美国进口增加，记得吧？您当时问我就是说，就是关于比如农产品啊，农民特别受损害啊，我说不会。我说他们反而会收利，那么实际上我现在的这个观点我一直还是坚持的，就是什么呢哈？我认为美国它有两个目标，一个是
川普啊，就是我不能说美国，因为即使他的这个谈判团队里，咱不要讲美国，即使谈判团队里大家目标很多不一样，比如说像比较温和的，像那个 Steve Mnuchin 啊，或者是那个 Wilbur Ross， 他呢肯定目标很可能就是一个 deal， 就是个买卖。那么而且甚至原来那个 Wilbur Ross 去年和那个商务部长，他和那个中国谈的钢铁呢，被那个川普抽骂一顿，所以说他不能代表川普。我觉得我就讲川普的目标，因为这个事儿没有川普，大家实现不了。川普的目标呢，我觉得他有两个，一个极其目标，极其就是马上要实现，着急，他现在马上着急要实现的。另外一个是战略目标。那么着急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就是他一个是应对叫兑现对他对选民的承诺，第二一个就是应对这次2018年的中期选举，他一定要在两个方面，啊，就是让中国有巨幅的让步，不是大幅的让步，是巨幅让步，让这种让步达到美国能够接受的程度。第一就是大幅缩减贸易逆差，美国的目标是今年是1000亿美元，明年是1000亿美元，一共2000亿美元。我那个小平，我给你透露个信息哈，前段时间啊，有一个我不能讲的一个渠道，就是请我呢。就是写一份，就是一个战略建议，就关于中国中美贸易的，是，就是你们天天在电视上看到美国的国会的几个重要、非常重量级、最重量级人物之一，是给他的。那么当时呢，我提的第一条，就是说，削减贸易目标的，削减贸易逆差的目标，因为川普已经说了是1000亿，当时说的是2019年1000亿到1亿，我说的是什么？2年之内2000亿。跟他这次提的是一模一样。这个事情有人给我作证，但是我现在不能讲。OK， 好，说不定人家跟你底盘跟你一样。就是说我至少呢，就是说我对这个可以说白宫这边，美国这边的思路，你看我几次预测连续都是正确的。我对这边的思路我还是摸得比较清的，甚至达到量化的程度。那么这个是一方面哈。那么就是说他是这个是他一定要达到的目标。那么第二一方面呢，就是在这个保护知识产权或者保护美国的技术方面，它要有所突破。有所突破呢，那个中兴是个大的突破，但它会进一步不满足中兴，它会对这边进行一个全，它要一个全面的结果。比如说，在这个中国这个就是它彻底的取消这个，就是以市场换技术。对2025，它要有中方要有个承诺，就中国制造2025，就是说呢，你不能够以国家的名义去做大幅补贴。我觉得这两个目标它是不会放弃的。这两个目标是它的紧急目标。那么说到如果说到战略目标，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因为川普呢，他说了要让美国更加伟大，再次伟大啊，那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那另外呢，这个我相信他现在的目标是要超越里根的。那么因此呢，超越里根，那里根最大的成绩是什么？就是说他呢，就是击败了邪恶帝国的 Evil Empire， 就是邪恶帝国就是苏联，实际把欧洲他整个给他动摇了，动摇这个体制。而所以我相信他的战略目标，那个中共是有理由担心的，他确实是会对他的政权产生本质性的这种威胁。对啊，谢谢啊，这个两个目标的一个解读啊，第一个目标解读就是这个短期目标啊，川普要赢得他的这个中度这个选举啊，这个改选啊，另外一个就是说，啊，你把这个知识产权保护和针对中国2025年的这个中国制造啊，把它列为他的这个啊，也是短期目标啊。对，那么他这个我说能得他有一个承诺，这是他短期目标。这个、然后最后还要考察。对，还有一个就是说。啊，邪恶帝国的问题啊，这个我记得，这个你说的这个、刚才提到这个，啊，鹰派中的鸽派啊，就是这个罗斯啊，他实际上这个他在这个接受这个美国消费者及商业频道采访的时候呢，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川普不会再容忍中共的邪恶，对，这个他说过这一句话，对，这个他后面说川普明白现在就是行动的最好时机啊，中美赤字过大。过长，像慢性疾病一样折腾美国，就说这个，就是这个，他如果不把这个伤害美国的这个根子给除了的话呢，美国人这次等于是这个贸易战没解决问题啊，他还有问题。对，
所以这里边就是说什么呢？他的短期急需目标啊，会给川普政府呢一些 credibility， 给他一些那个增分儿。嗯嗯。但是呢，真正实行起来啊，到最后还是麻烦，永远是麻烦。我随便举个例子哈，咱们说国内的医药行业，啊，那么现在呢有很多，比如说他侵犯专利啊，或者说他是由于给美国直接进口的药加关税啊等等的，让美国的产品进中国竞争力不够难，对吧？好，那中国讲了说，我今天不给加关税了，我给你零关税啊，他现在已经做了。同时呢，啊，我也不侵犯你的专利，我尊重你专利，我尊重你技术，你进来吧，进来他也不行，为什么呢？整个中国的医药行业是全中国可能最腐败的行业之一，你基本上不行贿受贿，你就没有办法开动，而你如果在中国行贿受贿，你在美国母公司你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这是绝对不允许。所以就是说，中国国内的它的整个的市场机制和这个国际的美国的要求完全是天壤之别，你让美国公司怎么进去以后他怎么玩，他玩不了。那更不要说，比如说你在美国其他行业也是一样，对吧？如我是个本地企业，我可以行贿受贿，我可以偷税漏税，我可以污染环境啊，我可以这个违背人权用工，美国敢吗？所以呢，这里边而且再有一个，比如像我弟弟当时买车，说这个他越野车说买一个美国的，比如说这个雪佛兰比较好，也不敢买啊，怕人砸了怎么办？买日本车不敢买啊，怕人砸了怎么办？就这种消费者的恐惧心理，这种无形的障碍，你永远也消除不了。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短期我可以达到目标，让中国这边割肉，我可以在美国从贸易方面呢会得到一些利益。但长期来讲呢，基本上中国它因为它不是市场经济，它没办法在这个自由世界来玩。嗯嗯，这个美国人这两天就回来呀。这个事件啊，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您这个怎么分析，就是说是美国人他早就准备了后手啊，他诚心就不想让你这一次啊这个满足，这样的话呢好让我的后手能够打出来，这个有没有这意思？不仅有，而且有。对对对，所以说这个中国人很生气，可能看着就是你来这耍我。嗯，对，为什么哈？我这里讲到一个问题。嗯，你看很多人讲这个，比如说美国一战的时候迟迟不动兵，最后是威尔逊，对吧？他使了个计策才动兵。那么二战的时候说没有珍珠港美国也不动兵，就是什么意思哈？美国人呢他有一个情怀，就是我要做正确的事情，这事情我该不该做该做，但是我做还是不做，他是要有一定推动力的。就是美国这边做一件事，他都开始的时候他都有民意，他都慢。那么这个时候大家普遍有，或者是什么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或者我有 fear， 我有一种恐惧，我不愿意去做，我怕出现一些对我不利的情况，怕有牺牲，对不对？那么因此呢，实际上你看今天我们讲这次中美中的一个贸易战，美中贸易战中间，实际你看如果双方的力量对比，美国可以说占尽了天时地利。但是现在为什么还不没有真正开打呢？还差一个人和。这个人和是什么？也就是说大家都认同现在我要打了，川普认同了，他的团队中的鹰派，甚至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鹰派中的鸽派都认同，甚至包括 Charles Schumer 啊， Chuck Schumer 就是那个大左派啊，纽约州的参议员，你们纽约的，对，纽约州参议员，对，对吧？那就是他都认可，对吧？他这方都支持，就是说呢，但是一旦开打，说我要不要付出那么多代价，对不对？是我认同了，我支持。可是如果我不付出代价，没问题，我可能明天货物价就提高了，明天农民就不行了。那这种情况下，我要不要付出代价？这个时候呢，川普要借力打力。那就是说什么呢？好，我就这样来做了。我先给你宣布一个大单的，你认为根本不能接受，不是吗 ？That's fine， 我走。那你开始的就开始是什么啊？不要低估我们的决心啊！说这个什么这样的，他就开始一开始打感情牌，开始说这话了。好吧，你说这些东西，那么正好对我来说呢，我借力打力，我可以提高民意。所以这一点我完全同意您刚才的判断。嗯，好。现在这个这样的话，北京发现你来玩我，当然更加不高兴，所以说啊，极度的愤怒
啊，这是可以理解的啊。要是这么玩我也愤怒。这个，我们下个问题就是，我们再来看这个清单啊，就是 OK，中国的舆论呐、啊，这个这一次我不知道是这个真实的舆论还是假借的舆论，就是说有一部分观点，至少一部分观点认为，这个美国人开出的这个谈判清单啊，有点让这个中国再回到1840年啊，鸦片战争啊，等于是漫天要价。所以呢，您是这个专业人士，我们来请你谈谈美国人开出的这个清单是不是过分了啊？你给大家解读一下好吗？好，我简单的讲一讲哈，我也谈不上专业人士，因为这里边呀有一些清单呢，我自己心里边也是不是特别清楚。比如说，他关于这个，就是网络开放的问题，他没提。那不知道他觉得是不可能的，还是说这里边他有另外，因为这里就涉及很多技术细节。技术细节如果我们不了解，因为按我来看，网络开放对他非常重要。为什么呢？你看哈。咱们这么讲，你汽车这种实体的行业，汽车也好，零售也好，还是说哪怕计算机硬件也好，iPhone 手机也好，这些东西，它不可能完全封闭，对不对？它必须从美国开放。可是呢，其实最隐晦的市场是什么市场？我举个例子吧，阿里巴巴，咱们大家说马云都觉得阿里巴巴网店，对不对？它的什么淘宝都觉得它这个东西赚钱，其实它真正赚钱在哪里？是阿里云。阿里云它可以一年增长1倍那么干，它是亚洲首家，就是说它的这个云计算的这种市场获利呢，就是占到中国47.6%，超过100亿的收入的这样一个机构。你想想，中国这个技术市场到什么程度？就是说我用你美国的技术，而中国有14亿人的用户，我全封起来我自己，我拿了你的技术，甚至我偷了你的技术，回过头了以后怎么办呢？我这个红烧肉我自己围着锅我自己吃，根本不让你参与，这是多大一笔东西？你想想，谷歌不在，因为谷歌不在，整个网引搜索引擎市场，百度那纯粹等于无竞争对手挡起来，对不对？多大的市场，美方他居然没提，所以我这点我说句实话，因为背后怎么样我没参与他内部的讨论，我不知道，所以这里边呢我是感觉有点，但是呢，从他提的东西，我认为。其实你说它是不平等，首先一个哈，从1840年，就是说，这个南京条约开始，到后来这个可能最后一个比较明显，就马关条约，就是李鸿章去签的，甲午海战失利，就是说，整个它的这些条约是不是不平等条约，我是有不同看法的啊。咱先不拿这不提，就算那个是不平等条约，确实含有不平等成分，这是我同意的。而且还有部分不平等成分呢。我在我的西方观察上期我说过，与中国本身有关，他不懂国际法嘛，他不跟人去谈判去，对不对？那么就是说这次的你很难说是这种不平等条约，为什么？比如说哈，它的最主要两个目标，一个是贸易平衡，一个技术保护，对不对？贸易平衡来说呢，本身是因为你是一直，不仅你一直在侵犯着，就是赚着美国人的钱，对吧？第一，你赚着美国人的钱，一直在大量，而且你这个从美国这边拿到的贸易顺差，是你整个从全世界，如果按照川普的这个数字3752亿的话，那你占你贸易全年贸易顺差的80%了。按照中国人自己说的2780亿，那也占了这个你的贸易顺差一半了，40%多啊，将近一半了。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下，你现在川普说了我要你平衡一点，甚至他只是说两年减到2000亿，减少2000亿，还没有完全达到3750亿，还剩1700多亿呢，对不对？那么这种情况，他要求贸易公平，那怎么是不平等？恰恰是因为你的贸易不平等，我是要贸易公平，对吧？第二呢，就是说你的这个贸易顺差是怎么来的？是因为你的出口企业，对不对？你的低人权啊，你的污染环境。你这个国家补助增投资增的那个是给你扶持你等等这些因素算起来，你才达到在美国达到贸易顺差，而且咱还不要讲人民币汇率的问题，对不对？近两年这是个次要问题，那么这样你才达到了贸易顺差，那么这种情况就说明你根本就玩的不是一种公平的自由经济，是违反国际化 WTO 原则，WTO 到现在为止承诺你一个没错，对不对？那这种情况下，我反你贸易顺差有毛病吗？对不对？第三一个。你拿到贸易顺差以后，你用这个钱干什么去？满世界大撒币，满世界反美还不要紧，你就是力图要破坏美国二战以来建立的这种国际秩序，
实际呢，这种情况下去非常危险的。美国打你有毛病。同样，我们再看它的技术保护这方面，中国现在技术保护呢，基本上是连偷带抢，对不对？偷什么意思？咱不用讲了，对不对？那就是说我通过网络间谍也好，通过比如说这边很多事情啊，像这个 Duke 大学的那个叫刘思鹏吧，叫什么？他就是把那个隐身人技术，隐身人技术。对不对？对对，你拿过去了，这是偷吧？这不是偷是什么？对不对？还有什么那个？当然，偷的中间有骗子，有像那个是上海交大的那个所谓的龙芯，对吧？那么他对那个家伙是摩托罗拉的那个芯片，他把它错掉了。对对对，对吧？那是假偷，他没真正偷成。那么另外抢是什么？就市场换技术嘛，对不对？我把市场，我你他拿14亿人做人质。和咱们俩上次那个谈话以后呢，有些网友在上面他不服，他说我为什么不能你如果你进来你给我技术，你不进来你不给我技术不想进来，这是我没强迫你啊。但是你反过来想，这个市场如果在美国来讲，自由市场可不属于政府的，每个消费者不属于政府的，美国人能说我拿3亿美国人的市场来逼你吗？美国政府不可以的，对不对？这个市场是属于每一个人，他有他自己天然的权利的。那么你如果认为这14亿人就属于你的，那你现在不还是说什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吗？对不对？你搞的这一套与普世价值是直接矛盾的。那现在美国不让你这样做，不让你明偷暗偷明抢，有毛病吗？况且说了，你拿到这些技术以后你要干什么？咱们讲其实有一句话非常邪恶，但是中国人一直在用的，就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对吧？这句话是洋务运动李鸿章时候就提出来的。你的目的不正啊，对不对？你像现在的国际秩序什么，大家和平共处，大家互惠互利，大家分工合作，对不对？那么在这个秩序下呢，大家是达到这个目的，你是要质疑，你反过来要去质跟这个世界对抗去。那我现在我制裁你有毛病吗？对不对？是什么不平等条约？不是，是为了公平，是为了和平。这个等于是啊，这个你吃我的饭，砸我的锅啊！刚才有意思在这里头，对吧？对，这个共产党经常这个对付那些大学批评他的教授们就是这样，你吃了我的饭，你还砸我的锅。刚才你的话有意思，就是说你从我这个贸易，对啊，你从我的贸易中赚取大量的80%的这个利差，然后呢，你满世界去这个，然后你把这钱去建航空母舰，然后去啊这个等等这些东西。所以说国内很多人这个有一些分析，我看就是美国和中国这个争端的钱呢，只是这个浮在表面上的东西，就是很多东西是钱之后，就是你拿着这个钱之后你干的这事情啊，你干什么？对，这是还有一个，就是你的钱怎么赚来的，这个也是个问题。这个赚的这个啊，非常的有问题。就是他美国人这个恨这个2025中国制造，就是恨他的国家资本主义啊。您说的没错，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这个样子。而且呢，你的国家资本主义，你的目标还直指美国，对吧？你如果你拿到国家资本主义，你用这国家资本主义，你不去挑战国际秩序去也没所谓。像你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一直是国家资本主义啊。美国人也没说什么呀，还默默地支持你，还给了你很多好处，帮助你发展了国家资本主义。但是完了以后，你现在一改韬光养晦，你自己来一战略大转移，对吧？你自己开始跟老大叫板了，你不找死吗？这个我们刚才说了，美国人这个谈判清单啊，中国人认为是漫天要价，鸦片战争回来了啊。那么我们再看看中国在这次会议上啊开出的那个谈判清单。我觉得这个你怎么解读，尤其是把中信这样的事情都给放进去了，就是以国家的这个面子出现啊，跟美国人谈判要挽救中信啊，这个名单呢好像你也有啊，就您看看是咋回事啊。对我这边有一个，你看解除什么对中国出口集成电路禁令啊，产品加征百分之25%等等一大堆，我就这网上都有，我不用多说了哈。对，其实呢这个清单本就拿出这个清单本身，说实话，就是证明中国的不成熟、不专业、不讲理。OK， 为什么哈？你看，他这个首先一个，你现在本身来讲，就刚才我所讲都是事实，对吧？你实际跟美国美中贸易，第一你理亏，第二你还继续有求于人，第三如果人家给你断供，人家给你这边就是加税，你基本上你可能就你的政治社会的稳定都受到威胁。这种情况下，你看日本怎么做的？
日本说句实话，你看，无论前几年发生丰田车被说控告说在美国出了人命，还是说在那个广场协议的时候，日本就是说我认栽我认赔，但是呢，你看丰田车现在又回到美国，又是领先，是一个数一数二的一个汽车品牌，对不对？你这个事情，因为你赚别人的钱，你搞了贸易不平衡，别人肯定不舒服。那不舒服的情况，就好比咱们对客户，你说两句，老子发点脾气，你跟客户针锋相对，对不对？你一定要争一个你对你错。那么所以说呢，你本身来讲，你就是别人是你客户，对吧？而且别人的你还在一直占便宜，不公平贸易。那别人说两句的话呢，这种情况下，你就拿出，你总是要针锋相对，而且你拿出的东西，说句实话，这里边有很多东西啊，我都不理解为什么他拿出来。举个例子哈。这里有一条，他说是对中国企业开放电子支付市场，啊，这个我觉得就是非常搞笑的。为什么呢？哈，首先一个就是中国的银联在美国的市场扩大了好几倍了，而且他一直在美国这边，在往这边进。而美国的无论是什么万事达呀，什么那个American Express， 什么那个就那些。大的 Visa 等等的，在中国都一直进不去，你这不贼喊捉贼嘛，对不对？就是给中国国内人看的，我觉得，或者说就是说强，就是你摆一种姿势，就是我不服你，我不怕你，没有什么道理的。嗯，好，这个我们看到清华大学那个会议啊，会议的这个纪要啊，你也看，我把那个也给了你一份啊，就是说，对对对对，就是政治局对这个中美贸易。这个战争啊还是很重视的啊，在这个啊，他们都是，我一看都是名人呐，但都是名人，对，他们请了美国媒介的一些大牌去啊，包括这个，对，然后这里面呢释放的一些信息，就是这个对美这个强硬啊，应该是政治局拍的板啊，对不对啊？应该是政治局拍的板，这就是他的，就是我刚才讲的，他不懂业务的人，外行领导内行，而且是官僚体制，一切往上看。而且这个中财办的这个杨先生啊，在下面披露了这个为什么他们很硬，就是说我们可以不要对美贸易这一块啊，我们好像就这意思，我们可以把这个对美这一块啊，这个中财办的这个办公室副主任杨明，他们算了一笔账嘛，他说这个占的这个不到10%这一块我们不要，我们都可以，就是他有这样一种底气，所以说这才可能解读这个啊为什么政治局那么硬。那么政治局刚才你也解读，就是基于一些不专业的信息和判断上，所以这个里头啊，真的是有可能就是误国误民，看的是这样啊。嗯，对对，其实都是那些，你看没有，中国其实很多历史关头啊，都是那些所谓的这个具有什么民族气节啊，什么有民什么这个爱国风骨啊，就这些，这些真正的骇人精的，你说他们解读哈，就是这段我也大致看了一看，大致看了看，就是说他认为。这个贸易这块占的不到10%，而且说中国每年 GDP 增长6%，如果你增长中更低了，对吧？这个它占的比重更低，所以说它不怕。嗯，可实际上呢，这句话说句实话，老王岐山，包括习近平啊，就是说都不会答应，用他小学生的脑子想都不会答应，对吧？因为你的目前的执政的合法性啊，和你。权力的稳固远远不能基于，就远远是不能够说我基于我仅仅有了温饱，甚至温饱都不行，三年灾害50年代的时候，因为你这里边呢是基于几个，基于你的中国梦，对吧？基于你的反腐啊，反腐现在也到头了，对吧？基于你的厉害了我的国，对不对？基于你的一带一路，基于你的亚投行，你可以说上次我们谈到，就是说实际上他在国内的 GDP 增长，且不说它 GDP 上，首先它本身就有水分，它6%是不是6%？实际有2%、3%，还是6%？这点咱们就不说。即使它真有6%，这6%是靠它每年印钞来做的，来实现的。每年印钞，它现在人民币还没有变卢布，还继续保持印钞，同时人民币还保持一定的价值在哪里？就是因为它有美元本位。他就拿到关键的外汇的顺差，这样才能保证他所印的钞。因为中国跟美国，比如说美国，我现在比如我把我的产品卖到德国去，啊，我收了欧元，这个欧元就是我的，我拿着放在
这个银行里，这就是我的欧元。中国不是的，中国你挣的，无论你是欧元、日元、韩元还是美元，这都是国家的，他给你的是他印的人民币，对吧？他怎么给你？没有这个外汇的收入，他整个经济完蛋了，对吧？更不用说什么一带一路什么这大撒币了，是不是？所以说呢，他那个讲的是，就是我就觉得他预感，就这些人糊弄小孩行，糊弄他自己，或者糊弄国内一些什么老百姓，稍微有点经济学头脑的人都知道这是扯淡的事儿。但是对不起，我插一句哈，这次清华大学的这次会开完了以后啊，有一个事情值得我特别高兴，就是有一个去的，就是参加的一个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叫 Thomas Friedman。小平先生，您可能知道前段时间，Thomas Friedman 他是普利那个普利策奖得主，不是这个，他不是他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是普利策奖得主，三次好像是普利策得主，嗯。哦，好的，谢谢您的纽时、嗯、这个我可能是说的有错。他纽时的专栏作家，对，嗯。对对对，纽时的、嗯，那他实际是一直是支持国际化的，嗯，全球化的。那么他呢，而且呢，前段时间呢，就在这个中美这北京贸易谈判之前呢，有上千个经济学家呼吁川普不要打贸易战。对。但是这次清华大学以后，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我觉得他被教育回来了。对。他这里边说了一段话，说 "Economics is not like war. They can win and we can win." 等等，我把这个翻译过来，我说一下，他说什么呢？嗯，他翻译就是经济不是战争，可以达到双赢，你赢我也可以赢，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大家都要遵守一套规则，都要努力工作加创新。注意他后边说，而不是努力工作加剽窃，再加政府介入，再加无视 WTO 规则，再加缺乏互惠互利，再加强逼西方公司支付进场费。你看他把这个不愧是这个普利策奖获得者，他一旦思想转过来了，他把中国的恶行说的是非常的完美。所以呢，这个事情我觉得慢慢现在更多的美国人，他的影响力非常大的，更多的美国人会看清这个，这就是我说的会逐渐达到帮助川普来做这个人和。嗯，好了，现在这个下个问题呢，就是准备说你的第二个预测了啊。你有两个预测，第一个预测已经100%了啊，已经证明了。那么第二个预测呢，你就认为美国人啊会这个啊开战啊。那么很多人呢也在想川普如何接招啊。这个我从这个罗斯的这个接受这个采访中，我就看觉到他罗斯透出了一个信息，实际上这次去谈判根本就不是一个谈判，他是去试探的，就是说在这次访问不是一个单纯的贸易谈判，而是看中方是否给予美国想要的，从而决定美国是否启用301和232法案啊。所以不存在谈判失败之说，而是美国将会选择走哪一条路来解决问题。所以这就涉及到你的这个啊第二个预测，就是川普先生下一步要选择哪一条路来解决这个问题。嗯，好，小平先生，我先反问您一个问题，嗯，您觉得这个 Wilbur Ross 他商业部长他讲说这次美国去是要看中国能不能接受美国条件，以决定走哪条路。嗯，您觉得他说这话上，他心里边有没有数？中国到底能不能接受？我觉得，就像我刚才提问的，我觉得中国不会接受的，他压根就没想到，他压根就没想中国会接受，就是这样。所以两天的这个停期什么的，他们全部都安排好了，嗯，就准备回来的，嗯，没错，把戏演足了，嗯。所以呢？我说，甚至都不能说他过去是试探，嗯，他过去干什么？他试探都没有欲望试探，嗯，我觉得他是例行公事。嗯。那么，实际上刚才我透露，就是我给国会他那个策略建议中间的第一条，我讲的是说把贸易逆差，压缩2000亿美元。我实际提的第二条建议呢是什么？我说我给他说了一个叫递减法。什么叫递减法呢？我现在不知道川普要不要实行这个法。所谓递减法，就是说你先把税单方面加上去，然后呢，中方如果他要是服软了，他说我决定增加一部分进口，增加多少，也就是贸易逆差减少多少，我税给你拿下多少。也就是说是一种反应式的，是纯粹就，也就是说我当时叫 negotiation first。这个 sanctions first, negotiation later, 就是说你先放上去。哎，我这样讲的，就是说
首先一个，它是一个完全正确的，因为现在目前美国要加税，它并不是对你目前中国政府的态度怎么，而是对你以往行为的一种反应，对不对？你一直甚至包括你想一想，去年为什么我说中国它误读美国呢？去年2017年一年，它对美国的逆差不降反增，对不对？就是说它根本无视你提的要求，无视你现在把它，无你怎么说，他觉得这个问题就跟以前一样，就是这个毛毛雨，他不在乎。因此现在什么对你以往的一直的贸易逆差，贸易你所赚取的贸易顺差和你以往对的态度，我先给你加上去。你现在改进了，我没问题，我作为回报，你改进一下，我拿下了一些。所以这个我讲的叫递减法，不能递增法。递增法呢，就容易陷入他的一个圈套，就是什么呢？好，比如说举个例子吧，现在美国的建议是说我每季度核查，对不对？好了，我答应你了，我这季度我减少逆差100亿美元。好，到了这个季度底了，核查一下，哎，没达到怎么办？他说我有这个理由啊，那个理由啊，大家再谈，谈上去两三年过去了，川普第一届完事儿。所以说呢，就是美国要真正想有效，我相信他们能够想得到，而且我相信川普。当然了，他现在有一些小的变数，比如说刘鹤副总理过来，和今天早上起来川习通话啊等等，这个问题可能会影响他的实施的早晚，但是我觉得不会影响他的实施，而且这个晚也不会晚到哪去，这是我现在基本判断。哼，这就判断。那么那个啊，你认为这个6月1号的这个加税会放上议事日程？这个我觉得，如果按照我的个人判断哈，如果按照从北京回来的他们这个节奏，6月1号肯定是板上钉钉的。嗯，板上钉钉。板上钉钉，对，6月1号肯定是毫不犹豫。当然了，加500亿还是1000亿，这个我不知道，因为那500亿的清单，1300类清单，商品清单，就美国这边非常专业，1000亿的清单还没出来。很可能先加500亿，对吧？1000亿在后边等着，反正他后边有的是时间。那么现在的话呢，那么这个刘鹤来美国，这个说明这次完了以后，中国这边政府是明白了，有些明白了，估计是在劫难逃了，所以他来了。另外呢，再加上这次呢，先是这个习金会，对吧？在大连第二次习金会。然后马上就跟川普通电话，我觉得这个也许可能会在川习会去年的时候，他们允许有100天啊，100天的磋商，我估计这次可能是14天到一个月，给他一点，但最后呢，这个你谈到了这个啊，这个习近平和金正恩的第二次会见。等于这个贸易战的背后啊，实际上它会辅助于很多政治的手段啊。这个在清华的会议上也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北京觉得这个事情呢有可能是四支箭一起射啊的，贸易箭啊，这个台湾箭、西藏箭、南海箭，就是一回一起射。那么这次我们也看到，就是说美国的贸易团从北京回来以后啊，关于这个西藏的问题，是美国大使啊，这个久违了啊，去访问了，见了达赖啊，对，这个就对那个去见了达赖，对，这个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那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关于这个台湾问题的这个航空公司的这个政治正确啊，对对对对对，对啊，这个白宫啊，这个官方史无前例的指责啊，北京这个的政治正确啊，就是奥威尔式的胡说。等于是这玩的就是西藏牌和台湾牌啊，很明显。那么北京那边呢，玩什么牌呢？玩的是这个朝鲜牌，好像也是这样。所以说这个你说这个贸易战究竟有没有政治意图，那么这个我想听听你再解读这个问题，再从这些玩法来看有没有政治意图在里头。嗯，好的。我是这样讲，觉得哈，我觉得现在这几件事情呢，从中方的感觉或者从公众的感觉可能相互是关联的，但是从川普的白宫的这个政策实施政策落实来看呢，它是齐头并进的，它并不一定相互关联。
因为美国打贸易战，你可以看到他现在手头有足够的牌，他不需要再用其他来助阵了。OK，但是其他的作为川普施政，对选民承诺的一部分，他是要齐头并进，我是这么理解。嗯，他这个经济牌已经足够了。嗯，他足够了，对，他不需要，甚至包括朝鲜的牌子都不用了，对吧？这个现在已经明显看得非常清楚，中国现在手里彻底没什么牌。嗯，这个，那么如果要这样的看的话呢？啊，这个。你估计中国啊，下一步会怎么回应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哈。首先一个呢，中国应该基本上满足，川普的极其目标，也就是说，两部分哈，贸易逆差肯定会大幅度减小，不会影响到美国的农业，可能影响也是非常短期，这个谈判过程中。比如说美国加上了，比如他现在高粱开始让你预交这个什么叫什么惩罚性关税了哈，预交这个请销税什么的，叫请销税吧，我忘记了啊，就是说他会短期，但是呢就是这个会很快过去，达成协议以后呢他会更加开放，甚至中国现在你看哈，还会有一个连锁反应什么呢，就是他会拿移走一些，因为中国现在比如跟德国跟日本跟韩国都是中国贸易实际都是逆差，也就是中国从他们那里买很多东西，中国现在很可能，我觉得几乎敢肯定，从大量的贸易从采购量是从欧洲和日本和韩国移到美国来，这个是我认为肯定会发生的。从技术方面来说呢，中国肯定会让步，肯定会签协议，实施落实的过程中，那比如说这个中国制造2025的一个。补贴的问题哈，这个方面至少在很多重要的个案上面，它会有大幅度让步，它会答应美国条件。比如说，待会儿我可能，我想借那个，我不知道您知道，就是说，昨天有两个这个所谓爱国者们的爱中国的哈，这帮爱国贼们就到处传的。第一个是说，就是软银的那个 ARM， 它的一个在中国的合资公司开业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那个 BOE， 就是那个京东方，京东方它那个和那个三星，就是说有了一个生产面板，对对对，那么又开始这个大家又开始狂呼起来了，但实际上你会发现什么呢？我待会儿如果您要是有时间，我可以讲一讲，就是他这个事情怎么对美国有利的。嗯，好啊，这个因为这个是一个就是一个策略，就是说刚才中国应对的一个美国的策略啊，一方面是这个增加对美国的进口啊，减少欧洲和别的国家的进口，那么呢大量的去进口美国的东西，另外一个你认为就是在这个2025的问题上会做一些实质性的让步啊，这是美国很要求非常多的，那么第三个就很多人就谈到了，我们不依赖美国，我们走别的道去啊，对对，那么我们找别道，那么别的道之一就是这个啊，孙正义这样的和三星这样的资本家啊，所以说这条道能不能走得通，正好请你来讲讲，因为他们很多人说啊，你美国没有芯片了，我们到韩国去买啊，对不对啊？这个孙正义正好把那个东西买下来之后呢，把这个东西说51%的股权是百度的，等于是中国现在已经开始掌握这种芯片制造的一些核心技术，等于是啊，东边那、啊、西边不亮，东方亮了，等于是这样的情况。那么你可正好讲讲道理会不会亮？对。首先一个就是我在那个跟那个三四个星期以前跟那个乐平我们俩做的关于中美贸易这个西方观察中，我讲过一个观点，就是说中国现在对美国招数呢有两大类，一类是玩虚的，但是呢就是说贸易以外的啊，就是贸易以外的招数，比如说我跟你签合同，但我不执行，我拖延你啊，比如说我用媒体去鼓动媒体去跟你这边给你打舆论战，这些方面东西。中国是有，招数是会有一定用处的，但是中国所有的真正与贸易和技术相关的实质性的招数，比如说我们国家有芯片了，啊，我们有技术了，我们可以打稀土战，我们可以什么人民币贬值，所有这东西，你看他从贸易战讲那个舆论战到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是扯淡，包括这个，我就讲讲这次啊，就是所谓的依赖别的国家。你不要忘记，美国它建的是一个大的俱乐部，它是一个大的国际秩序，
这个秩序下，你如果你不遵守这个游戏规则，你不要在这里玩，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对不对？你就看这次 ARM， 它是这么回事啊。我在网上呢，我详细的看了看这个英文的原文，因为呢，我查了几个汉语的东西啊，都是不全面说的。那英文原文是什么？是它有一个英文的这个版面，叫做 Nikkei Asian Reviews， 就日经亚洲评论，他们说的这一点啊。那首先一个，这个合资协议是最终签字是去年9月29号签的。当时呢，就说今年4月份正式开张的是个什么呢？就是叫做就是 ARM 和中国投资人在中国深圳成立的合资公司。这个合资公司叫 ARM Mini China。我忘记查的中文名称叫什么。英文名字叫 ARM Mini China。 那么这个里边中方的投资人占，就是说不是中方，就 ARM 以外的中方加中方的合资投人，有包括外资，占51%的股份， ARM 本身占49%的股份。当然 ARM 是由软银控股的，因为软银是320亿美元收购了它，那是在2015年吧，大概是啊。那么就是说他现在目前的估值，刚刚成立的公司估值现在15.2亿美元，预计2021年 A 股上市，啊，这是他的情况。而且他的目标是2025年赶超英国母公司，那他的营业额，同时呢，这个协议中包括英国母公司全面的技术转让和培训给中国合资公司。但这还没发生呢啊，这还没发生呢，这是他原来的协议。对，开张。美中方的股这边占50%的股东包括谁呢？主要的股东，他是叫中方叫厚安创新基金啊，就是这个厚安创新基金背后有哪些投资人呢？第一是中投集团，这个中投公司，这是那个 China Investment Corp， 这个是主权基金，中国的主权基金啊。那还有中国的国家基金，就是北京丝路基金。那么还有就是深圳政府的深业集团，这也是政府基金。还有一个新加坡的淡马锡，我说他有外资嘛哈。那另外的后边还有一些投资人，知名的投资人，小的投资人，但是他们名字非常大，包括百度啊，包括中国商业银行，包括美国 Sequoia 那个红杉，就是著名的风投啊，还有这个中银投资，就是中国银行的那个 Bank of China Investment 啊，这些都是投资人。而且他规定什么呢？这个3年冻结期，就是说这个交易冻结期满以后，这些外国的投资人，他如果想出让股份，只能出让给中国中资企业，不能出让给美国，明确规定的。而且呢，这里边这个 ARM 它的技术，当然大家都知道，90%的手机啊，包括这个什么中国华为啊、紫光啊、小米啊等等，都用它的。所以呢，他借着这个，如果说这个事情实现了，他的技术全部转移过来了，那么基本上等于说，华为、小米、紫光这些公司，它所用的芯片的技术就是国产技术了。可是，对吧？可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现在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协议达成，是在中国以技术市场换技术这种战略实施的如火如荼的阶段。他们经过谈判，这个谈判肯定不止一年的，对不对？那么去年结，就是等于他开始谈判，可能2014年、2015年就开始了。那么现在美国政府的动作非常迅速，大家反应不过来。那就是说，美国他在跟中国谈切实保护自己的技术的过程中，这件事是不是一活生生的案例？美国会不会动他用他开刀？很简单，美国我想不会放过的。哦，对，他会。那你现在等于对。你现在等于说呢，实际是你中国这帮爱国贼们还想打了鸡血，你看我们行了，我们将来跟美国对抗，实际你现在给美国一个靶子，找打的，美国不会不采取行动的，采取行动以后会什么情况？这个，而且现在目前刚才我说的这些东西恰恰证明了这个中国政府是多么赤裸裸、多么疯狂的用市场换技术逼着你就范，那也就证明了美国政府在技术保护方面对中国采取的对抗措施是多么的正确，多么的及时，对吧？那么我可以再，所以说这样的话，他一定强化了川普这届政府对中国技术保护方面的强硬立场，他一定会强化的。他好，所以好戏在后边。
我再讲一讲这个关于这个三星啊和这个京东方合作的事情。这个就是京东方的将为三星提供这个 LED 和 LCD 的面板，就是那个 OLED， 嗯 ，OLED 主要性是 OLED， 对吧？嗯、那么它提供面板，它有两个前提，就是两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卖点。第一是什么？京东方将以低于成本啊，就是也不是低于市场价格，是低于成本6%，相当于成本60%的这个价格给三星供货。那么三星呢，作为回报把技术转让过去。那么为什么说你看现在这也是多么狂妄，多么赤裸裸？为什么京东方它能以低于自己成本正常成本60%？40%就拿它成本60%的价格来做这个生意，因为它政府地方政府中国政府不是地方政府，中国政府免了它63亿的税。确实是等于国家等于国家资本主义在发挥作用。这明摆着，你这不就是哦？好，现在因为这件事情就出现的时候，我也查了这个资料，这个资料是中国的一个网站独家发布的。嗯，这其中呢谈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好像另外一篇文章谈到说台湾现在非常尴尬，非常担忧。因为这样的话，实际上它就直接等于取代了台湾的供应商。那好了，那这种事情的话呢，爱国贼又高兴了，说你看看我们又有技术了，我们又可以给你打了，实际你又成靶子了，对不对？不要讲美国这次跟中国单独制裁，你就这种公开这种信息，说我因为政府给了，美国全 WTO 就有一个明显叫双反，什么叫双反？反倾销反补贴，你不正好就是别人靶子吗？王成第二向我开炮，对不对？找死呢。所以呢，现在这两项东西，所以还是我那句话，我以前说过了，中国现在你不要再实打实的什么技术啊，什么贸易啊，真正这个就是说实实在在这方面，你跟美国现在你想去跟美国占上风去，你没有一点能占上风。你跟人玩玩虚的什么36G 啊，什么空城计啊，你还行。对吧？弄不好给美国忽悠一下，但也忽悠不长，对不对？你像那个从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对吧？到甲午战争，到八国联军，都是他忽悠的。忽悠以后让西方晚采取行动，但是每次拖延采取行动，都更加认清说，中国啊，他就认拳头，就认打，不认打不打他根本不行。到最后，最终结果是你彻底失败，中国彻底失败，每次都是一样，今天还是一样。嗯，这个你就说到这个地方，就是中国。嘴巴硬啊，最后挨打啊，那么打的结果就是李鸿章啊，作为卖国贼，人家是历史上写他是卖国贼，去日本签订卖国协议。那么这个刘鹤先生这一次的使命是不是也类似于李鸿章啊？哎呀，小刘先生啊，嗯，咱们俩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这不我问你呀，我问你呀。我昨天看到刘鹤的消息，我第一反应，嗯，哎呦，我说这李鸿章要复。李鸿章，对，马关了，对不对？就是说，真的是他，实际上真的就是，其实他的这个形式，跟就是中国被逼到墙角上哈、啊，什么东西都拿不出来，就被迫就是可能要不就签城下之盟，要不然死硬到底，死路一条。就是说，他现在已经到了这种程度，然后让刘鹤过来是不辱使命啊，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同意您的判断，他真的有点类似像李鸿章，啊，但是呢，就是说，说句实话，这次他能够马上派刘鹤过来，多多少少令我惊讶，这说明这个中南海认怂的程度啊，速度啊是比较快的，所以这个实际上对我咱们俩第一次访谈的时候，我讲这个最终会达成协议，中国会大幅让步，我是持乐观态度，这个不是谨慎的乐观，是相当乐观的态度。这件事恰恰刘鹤来访是证明了我的判断。那再加上这个习近平，跟川普的这个通话，哎，啊，川普最近这个最新的这个推特，啊，证明他跟习近平通话，而且呢说有好消息。那么这个加上刘鹤来这里头，这个啊，这个当这个当代李鸿章这个事情啊，两个事情结合起来。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政治局有点前一段有点这个强硬回应，用有点叫用力过度
啊，原来是这样的。啊，这次这个，或者是习近平发现这个问题不对啊，这个啊原来的信息不对，所以你怎么解读呢？就是不是这个说明这个中共最高决策层要拐一个大弯儿？对，我完全同意您的这个看法。它实际上现在是这样哈，就是这个，这是牵扯到一个，就是中国的政治环境下，就是它这种政治体制和目前处的一个政治状态所带来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矛盾。首先一个，我感觉啊，政治局里边，如果你要说有一个明白人的话，还算明白点儿，我觉得是王岐山。王岐山呢，他也不完全明，比如他看托克维尔，他也是歪读，对吧？他也是歪批。但是就那个托克维尔那个旧制度与大革命，而他跟佛山讲话也是胡说八道。但是呢，他至少在微，他宏观不行，但是在微观、在局部、在这个中美目前的这个形势的判断上面，我认为呢，这次应该是王岐山的功劳。那么他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其他的那都是顺着习近平爬上来的，都是属于溜习近平上来的，我觉得就很难说。但是呢，这里边就是说，现在目前呢，他中国现在有这么反映的，就是他，您刚才讲的非常对，就是他政府内部啊，政治局内部他有几个非常大的问题，这次贸易战呢，全部暴露出来的哈，这么快他认怂啊，这么积极的过来，那第一个是什么呢？他要稳定权力。这个他与他的战略目标，他有矛盾，他有矛盾。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他要实现他战略目标，那么他就要什么呢？他就要这个去依靠文明世界，与文明世界做贸易，他从文明世界拿来技术，去实现他的战略目标。可是呢，他因为他自己权力的稳定的需要呢，他又必须维持一种与文明世界价值观、意识形态截然相反的一种文化、一种制度，这样的话就造成一种呢，它里也不是，外也不是，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另外的一个就是说，它的权力的也是同样问题，它权力需要什么呢？它权力需要，它是需要你有这种意识形态，有爱国，有要让你让你人们仇恨这个普世文明，仇恨美国。但是呢，他利益需要，他要跟普世文明呢，他要融进去，他成为普世文明的一员，他要从美国做生意，从美国那赚钱，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就变成了这个，而是权力需要，他需要呢有集体意识，像北大校长说的哈，你不能就是说你质疑带来不了这个什么进步是吧？那么，他叫扼杀创造力，而他的利益需要呢，他又需要发展经济，他发展技术，他又需要创造力，需要自由。对吧？他权力需要是对上负责，逆向淘汰；而他利益需要要领导有方，他要有能人才能，他能人得到好处。所以他们之间现在整个他的运行啊，说句实话就是漏船载酒泛中流，他之间的就是充满了矛盾，这个矛盾体他互相打来打去，所以他左右摇摆，你就看出他的整个的就是这样的。另外呢，就是说这个他现在啊，我很有意思，中国人讲的，中国政府讲的说谁谁。川普搬起石头砸了自己一脚，实际上现在我倒看中国政府很可能搬着石头砸自己脚。为什么啊？他现在到处宣传，比如这次什么中国又什么不是100年以前的中国了，中国不会，北京不会再什么说什么都答应了哈，他讲这话啊，不要低估我们决心。一方面把这个爱国主义的事情给轰起来了，另一方面他还要答应美国。那他一旦答应以后，这些爱国贼被他轰起来，这些爱国贼怎么想？肯定会恨他嘛，对不对？所以呢，到最后反过来会怨他。那现在不说，一旦有些政治不稳定，他们会发泄出来。所以我就讲，实际中国政府从长远讲是自己真的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就看他怎么样的控制这个爱国主义的舆论宣传，和他桌子底下跟美国进行妥协，啊，进行真正的交易，这中间要实现一个平衡，啊，北京在这方面，我觉得是老手啊，这个，他是老手。但是呢，他也有一定限度，因智商中国人肯定超过90的，对不对？甚至都超过100的。那么你想想，你今天跟他说抵制美货，你天天号召《人民日报》号召抵制美货，结果这个好，胡锡进咬了一飞盘抵制美货，这回今天飞盘又从西边扔过来了，告诉什么呢？说要抗议美国不给我们供货，那老百姓傻呀，
他自己起码最基本逻辑他也知道，对吧？弄来弄去，最后怎么办呢？你胡锡卫和胡锡进可以来回叼飞盘，这老百姓忽然想，哎，我这不他妈当狗被人耍了吗？他自己也有自尊心的，对不对？他有最有最基本的判断，有最基本的逻辑的。所以说，最后他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一定这帮专制的。他，而且他恰恰自己被得计的。你看哪个专制社会，无论是戈贝尔还是塔斯社，对不对？还是说中共中央，他都要做宣传，都要撒谎，都要用谎言和武力，到最后自己都死于谎言和武力。这个北京，我觉得最要做的是什么呢？是如何让川普看不到周小平和这个胡锡进的文章？真的，这就能达到目标。对，这是很重要的。这个有时候让有些人把这个周小平和胡锡进的文章翻译给川普听，那这事情就麻烦了。嗯，这是问题，对，完全，嗯，哎，太搞笑了，对。对啊，这个谢谢这个张巡先生啊，今天给我讲了70分钟啊，这个节目很那个精彩纷呈啊。那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就是呢啊，这个一方面啊，这个川普他要实现他对选民的承诺。他会加速解决中美贸易冲突，但是北京那边呢，似乎还没缓过劲儿来啊，还不明白咋回事，还在琢磨美国到底是怎么战略意图啊，还到底是在忽悠呢，还是实质的谈判啊，到底是强硬呢还是软，好像这个节奏没把握好，这是这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啊，你这个张巡先生说，美国不需要跟中国打政治战，也对中国的政治这个政权的改变没有企图。但是呢，这个啊，美国人希望这个解决问题啊，这是这个他手上的经济牌足够让中国政府就范啊，就是这么一个简单。对这一点信息呢，嗯，这一点我补充一点，嗯，就说但是通过经济牌，嗯，本身就说他很可能会对他的执政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嗯，那么再有一点呢，就是刘鹤先生这个这次啊第二次访问美国呢，是一个苦差事。有可能就是当代的李鸿章，啊，习近平先生呢还在后面说刘鹤先生你可以去，啊，这个事情就是说刘鹤先生要完成这一次艰难的使命啊，这个不容易啊，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啊。张先生还有什么补充吗？嗯，没有什么了。我觉得就是说，今天那个可能习近平通过电话。也会给川普打招呼哈，嗯，我的代表去了，对，给点面子，嗯，对，对，好，这个会，这我想习近平这个电话非常的及时，而且，对，电话里已经似乎再次承诺了给川普什么东西，所以川普说有好消息啊，这个出来，这个希望这个，我也说了不止一次了，不用听他们，但是我其实我挺为这个他们俩通话高兴的，嗯，因为什么呢？短期我希望还是要达成贸易协议，从经济上。和立即见效上面，我希望川普能够得到加分，嗯，这样的话对共和党中期选举有利，对美国的经济有利。嗯，我希望这个还有希望习近平说的那句话是真的，就是有什么有多少个理由啊，搞好中美关系。啊，有一千个理由。对，这样没有一条理由能够让中美关系不好。如果真的落实这个东西的话，习近平能够建人类共同体。对，嗯，同意。啊，好，谢谢这个张巡啊，谢谢我们的。啊，网友的收看和收听，也谢谢我们导播的制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好，观众再见，小兵再见。